束，他便火速溜走了。星爸不是不想公开身份，而是他连自己都搞不定。现任妻子怀孕在身，奶粉钱还没攒够，他就欠了一屁股债，每天回家都可能有债主上门把他摁进水里讨债。在带妻子去家庭晚宴时，老爸还爆料星爸的各种糗事，但尽管他的缺点数不过来，却对于家人无比的关爱。在母亲去世前，他亲自掏，还带着智障儿子去看日出，获得赔偿。一阵掌声轰然响起，居然是自己那500多名孩子找的星巴克。欢迎关注科幻战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